甲你讲一个秘密哦。我有藏一个礼物伫你的行李内底。是啥物礼物？你要看卖啊？我。困啥？今天睡到什么呢？那有这個，这是啥的啊？小康，你讲啦，嘛要安怎才好？恁爸爸哦，得要和平和伊唱去啊！妈，若真正甲恁爸分开，你就变作是无妈妈囡仔呢？敢讲我张美满一定要听伊安排啊？离我较远的，你这你什么呀？做伙占省伊的钱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我知影啦，歹势歹势啦，我讲唔对话，我讲唔对话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若唔是我暴露海失踪，啊，回来了，佫变作安尼，细个感觉我足青昏的，无就甲我相处，伊嘛袂走去找你啊，对无？这甲你失踪无关，你差点错过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甲细个已经做伙七年，七年啊！细个啥物拢甲我讲，你敢知影？伊上讨厌你倒一点？伊上讨厌，就是你安尼一直细细念、细细念，让伊感觉足烦，早就想要离开你啊！刘美满，我话拢已经讲到安尼啊，敢讲你阁好意思接着？林慧啊，你甲细个拢是我上信任的人，你哪会当一直安尼逼我啦？你莫怪我无情，就算我不爱替家己想，我嘛爱替我家己囡仔想。你有心啊、哦？